今天给娜娜拿点钱，拿2万。嗯，刷。在玩什么呢？做记啊。嗯。做数量。这是谁买的？我昨天啊送他。啊，阿姐，这是娜娜送给你的。这个给你寄。这是谁的？给你。给我做的，我不戴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这是女孩戴的。没事，那你也可以。嗯。我好看，反正就做。嗯。什么？你女儿给你，你要说谢谢。谢谢。我爱你，你还在做给谁的？这个给谁的？给娜娜。给娜娜。啊，谢谢，放车的。给个，好看，大车酱给我这儿，这是小孩带的，老婆。啊，看着幼稚不幼稚？怪孩子送我，我是很。阿月令，做好了没？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还没看过。啊，有很多。啊，就小孩子做手链是吧？项链。这是你的吗？对。嗯，这个做好了。好的。嗯，来，哎，这个给娜娜戴上。以后不用买潘多拉了。嗯。谁呀？开门。你去出去开门，开门，我就。嗯。谁？奶奶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儿，奶奶好想你啊。哎，你们咋来了？下雨的呀。嗯。就是下雨才来知道你们在家。对对对。头发淋湿了。宝贝儿。鞋给爷。鞋。还有那个鞋给。宝贝儿，宝贝儿。想我们没？想我们没？进来不想。说老实话，想不想？想。那你抱爷爷奶奶去。你抱我了，人家抱抱爷爷。刚好娜娜不是该快点这个到去月子中心吗？想到我今天给娜娜拿点钱，拿2万。嗯，是。是月子中心说给钱的妈妈。你说我不去啊？不是，你拿现金干啥呢？哎呀，我从坐坐坐，你刚进来还不说话呢，都从卡里那个取出来的，卡里面取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卡号，所以我就取点现金给娜娜。男的，男的，男的，这是婆婆的一片心意。嗯，但是我们也照顾不好你，有时候这不方便情况下，你拿着坐去那嘛。现在以前注销没这个条件。现在有这个条件，拿着。现在有这个条件，还是去月子中心吧。我觉得对宝宝照顾和娜娜照顾的好一点，对。月子中心。但是我不知道，我想去，我想不想去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还没看呢，还没时间看了。这几天又下雨。去不去都拿着。对对对，去不去都拿着。去不去都拿着。嗯，我不去，我想。你拿着，拿着。啊，这是妈妈一点心意。这多少钱？这么多？2万，2万，嗯。两个大不多。不多不多，月子中心你们可能还得再添两个这个，嗯。没有月子中心，我们看了一个月15000左右，在洛阳的话，还有好的话2万左右吧，2-3万。那就拿着这个吧，好吗？嗯、那如果我不去，不去你也拿着，嗯。对啊。不去也拿着。刚好我给宝宝买的衣服，2万多衣服，买的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没事没事，你还啊，姐姐你要不要？我要，就我要。是吧？你不要，娜娜不要，你要是不是？对，你送你送孩子送，姐姐哥。好，说了吧，说了吧，说了。娜娜给你的拿着。那个什么，下个不是下个月啊，下月你生孩子。10月份那个、你妈妈不是来了吗？刚好，如果要是去月子中心，咱们就用；不去的话，就是妈妈给害掉，呀，全部掉了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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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啥反应吧？这两天，没事，没事，那都行，那都行，没事，没事，姐姐，等会儿再，到时候，在那儿掉了地油，到月子，对。当月你是小狗吗？如果做饭不合适了，你也可以给老公说嘛，让
我们先去看好吧。我生孩子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去。他想在家，知道吧？那要来来我们家。啊、不可以吃饭。啊，好了，安玲玲，你干哈了？你过去。从医院出来了，可以住到咱们家那个大房。好，你再穿一下，你再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嗯。你看，好吧，安安姐姐，啊，他说那个什么茉莉要吃的，他担心狗狗吃，担心啊，很是，这安安姐姐很有爱心啊，很有爱心的宝宝，你们吃饭了没？吃了，吃了，嗯，啊，吃了，人家吃早饭过来的。你妈妈回头过来，今天早上下雨天，你们不会出去。下了雨，你们也不会出去了。嗯，对对，你多辛苦辛苦。嗯嗯，爸爸从昨天开始，我天天晚上不喝酒了，就这两天没喝酒啊。没啊，就是我的孩子，我奶奶一生给你打电话，我喝了有点把那个嗓门绑上。对对对，哎呀，你这还是可以啊。我说你为啥不喝了？就是怕娜娜万一这样子有反应，对对。有反应了，对对对对。好，老婆收下了吧，妈妈一片心。谢谢，咱是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那我要了，我也要，你好孩子，哦，疼疼，别捏我这个手链，真是一家人啊！不去，给他也啊，到时候生孩子还有，生孩子还有，还有奖励，好好收起来吧，拿着吧，娜娜拿着吧。谢谢妈妈，你们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们老了，你还能给我们那添人口，感谢，客气了，我们是一家人嘛。安玲玲，你在那玩着都不说话，今天他给娜娜，来，你给娜娜戴上好不好？谢谢妈妈，嗯，好看，你说，所以说现在不是说孩子要感恩父母的。父母也得感恩孩子们，一个孩子啊，多生子，又生两个，这不是我们做老人越多越高兴。对，好，这叫传统嘛，传承嘛，传承我们中国。对，安杰林，你给娜娜戴上。哇，好看，好看。安杰林，安杰林，给娜娜戴上。对，刚才没戴嘛，刚才是吧？给娜娜戴上。啊，你们在家这我玩这个。这是对娜娜给。娜娜给雨欣玩，让她少玩点电子产品，少玩点手机，少玩点平板。她还给我带了，看到没？啊，她做的还挺好看的啊。对。到时候给妹妹做一个。啊，小孩那个来，爷爷看一下，发个定金，看一下没有？好看，好看。哈哈，给你了。这是太幼稚了。这个是我的呀。这个好看啊。好好好，那行。这个是我钱都付了，我钱付了没？没。付了呀，你都收了呀，好了，这是我的了，不能再要了啊。嗯，好，那辛苦娜娜，那收起来，老婆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娜娜收起来。娜娜不用开叉。那我收起来了，我替你收起来了。我肯定啊，好，你拿着，好不好？给娜娜去放。姐姐拿着啊，姐姐拿着。好好好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